此一手，无负天下，为父事矣。是没吃过秃驴石榴。师父的捷报呢？为什么还没有捷报回来？来年开春，我带你去雁门关。师父要是死了，我上哪唱？如果他死了，不行我们去找。死在何处，就葬在何处。人死了，留下的东西都是空的。即便你找到了，见到了，除了伤心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只差一步，只差一步，我就可以留在王府。我不是英雄，我也有私心。自己想做。